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童玩具，我是唐小童。今天呢，我过生日了，耶！我收到了一个哇，《冰雪奇缘二》的乐高生日礼物，我们下一期再拼这个吧。知道我身后这个是什么吗？是我的生日惊喜。现在呢，我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，这里可以容纳十个人呢。赶快去看一看吧，拜拜。大家进来参观吧。Welcome， 这就是我的帐篷了。哟嘿，请进。哇，这里面还有一个门。完啦。今天是2020年5月30号，这是我的生日蛋糕。这个桌子呢，也是我可以吃饭的地方，画画写作业的地方。下一个呢，这是我的床，我可以在上面跳一跳，可以在上面睡觉，套一个被子。这里呢有松软的地毯，这就是我休息的地方，可以在这跟朋友玩游戏啊，或者看我的 iPad， 是很舒适的地方呢。这外面的风景真好，这就是一个迷你的观景台，还能看到刺眼的夕阳呢。我要打开这个香喷喷好吃的蛋糕了。哇，这个生日蛋糕好漂亮，上面都像这些花纹呢，就像粉色的玫瑰一样。好，有蜡烛，我们把它插上去吧。 Open the candle bag， Let's count how many candles are in the bag。 One candle，2 candle, 3 candle, 4, 5 candle, 6 candle, 7 candle, 8 candle, 9 candle, 10 candle。 所以呢，今年呢，我过的是10岁生日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生日蜡烛点燃。再来下一个。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哎，我要去翻那个。